上午，你为什么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上午九点吗？因为这个点能过来的基本上都是昨天知道我早上九点会开播的。今天早晨过来的都是咱家铁的不能再铁的铁粉，是咱们铁粉的，来扣个一我看看有多少人是铁粉的，来扣个一。能早晨过来的才是真爱，才是铁粉。很多家人们我估计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，给家人们添麻烦了。给家人们添麻烦了。接受不了，家人们一直也在催我，我说慢慢来，家人们说不行，那我搞个这种仪式，他又不行，你说我多难，家人们，咱昨天不是商量好了九点吗？昨天我那朋友也给阿子说了，咱们今天九点见。然后我把他号拿过来给家人们直播。我们一直在找你，给家人们添麻烦了，搜了一晚上你跑路了。你们支持我三个月了，你们支持我三个月了，我是那种跑路的人吗？你们就说我是那种跑路的人吗？你们太不了解我了，这说我跑路的人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家人们，我只是给他一点时间去好好想想他到底啊是怎么个态度，对不对家人们？我是给他时间去想清楚，他让他脑子清醒清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早晨播？因为我昨天晚上在直播间说了早晨播，早晨黑宝宝少一些，能来直播间的都是咱家铁粉，都是咱家的家人。我要小气的话，我昨天我就嗲着行李，感谢玛丽。我要是小气，我昨天我就嗲着行李回去了，回湖南去了。我还等什么？是不是？昨天晚上，感谢悠悠岁月。如果我小气。前天我估计我就直接就回去了。感谢思念，不用送礼物啊，家人们不用送礼物，不用送礼物啊，家人们，感谢感信件，感谢超越，感谢娟子，不用送礼物啊，不用送礼物，家人们不用送礼物。我没在，现在我没在湖南。感谢群英雄狮队，你们不知道我为了这些事儿准备了多少，家人们，你们不知道我为了这个事儿准备了多少。咱不是约定了九点吗？对不对？都九点半了，也不知道他啥时候过来，气病了。感谢用户660，
我跟你讲，如果是别人换成你们家的儿子，我估计前天可能扭头就走了。哪有我今天还在九点钟这么早起床给家人们直播，是不是？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，家人们？没有白准备。你们不知道我背后准备了多少，你们看到的那只是30%，知道吧？就是那天看到的只是30%。如果换别人，可能扭头就走了。咱还坐在这儿给家人们直播，为什么我一天没有联系他？是我想告诉他，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，让他感受一下他的生活状态、心理状态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如果有一天真的我消失了，我想看看他自己的状态是什么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如果说他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，那指不定哪一天可能家人们就看不到我了，对吧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说实话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你看家人们，你看我的眼睛都是红的，我没怎么睡觉，我一直在思考啊，今天该怎么去给家人们直播，今天该怎么去给阿紫交流，明白吗？你们说我该不该试一试，家人们？该不该考验考验？来，家人们告诉我，我该不该去试一试？该不该考验考验？我只是消失了一天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给我发消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，该不该？家人们，你们说该不该？如果说就这样，他还不能正视这个事情，可能啊，这种关系就不应该发展。你们不能说没有多少文化，家人们。如果有一天咱们发展成那种关系了，三天两头闹一次，三天两头闹一次，家人们，家人们能够受得了吗？家人们的血压能控制住吗？家人们，如果三天两头闹一次，三天两头闹一次，家人们的血压控制得住吗？天天我给家人们直播，跟阿紫两个吵架，家人们的血压能控制得住不？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，我觉得有些事儿还得琢磨琢磨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三天两头跟我吵，三天两头跟我闹，家人们的血压控制得住不？你看，黑宝宝说你应该放手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就压根没想过放手，只是给他一天时间冷静冷静。不好意思，
让你们失望了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要我给他惊喜，那我啥都得告诉他了，那还叫惊喜吗？家人们，对，家人们都懂我，我不是那种没有格局的人啊，家人们，是吧？我不是那种没有格局的人，我的为人处事，家人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是吧？家人们，我为人处事，家人们清不清楚？我的手机在直播，家人们，这个手机在直播，然后我一会儿让我朋友给他发消息。你不能说哭会儿就受不了了，那以后这种啊争争吵吵那肯定是少不了的，对不，家人们？你签个答应，咱不能善变。昨天有没有人录屏？如果有一天他再不听话，咱们要把那个录屏放给他看啊，家人们，有没有录屏？有没有录屏？有的扣个一，我看看。有录屏的扣个一，以后不听话，咱就把这个录屏给他看看，你是当着直播间10000多人是怎么去表态的，对不？有录屏的扣个一，来，家人们，咱也不能老惯着阿依莫。你看，家人们，有些人不能老惯着。你看阿依莫都惯成啥样了？我们得正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不能摇摆不定，得意志坚定。我说有没有道理？你看阿依莫被惯成什么样了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家人们？有些时候咱们该他说10000个愿意，家人们听到没？听到的扣个二，我看看有多少人听到了。我给你们看啊，家人们，阿依莫又犯错误了。陈经理说的，我跟你讲，阿依莫这人不犯点错误，没点毛病，那就不是阿依莫了。我对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好奇，也一点都不惊讶。那阿依莫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家里面惯的。妈妈惯的，爸爸惯的，这个姐姐也惯。有个词语说的不太好听，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宝宝。对，从小惯的，咱们也有些时候咱也不能说啊，一直都惯着惯着。他父母不同意，我知道他父母不同意，我清楚。家人们，如果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，
首先两个人的意志得统一，两个人得彼此信任和相信。如果说他都不自信不相信，我又要去搞定他，我还得去搞定他父母，我还得去搞定他们的亲戚，我得多累啊家人们。那我觉得做这个事儿就没什么必要。